有些东西你能看到，是你的友人想让你看到。看着人来人往，看着交错的街巷，这城里某个我尚不知晓的角落。 便是他的蛰伏之处。谁？人性掌握权力，他会失去控制，是他们的人心，把这变成了人间炼狱。 狄仁杰，去帮我找到真相。